我们的值班经理有要求所有小朋友今天要做到哪三件事情？友善的服务，然后放心的环境，还有安心的食物。而且啊，他提到一件事情哦，他说待会呢，我们上班之前要先做什么事情？洗手消毒，湿搓搓可擦，快点好乖，湿搓搓可擦。洗手五个步骤，好，小朋友，洗手是哪五个步骤啊？大声跟我说，搓搓可擦，很好，那我们开始玩游戏了，拍拍手，我们拍拍手喽。好，现在在哪里？哦，看到跑步喽，好，很好，洗洗手。洗手啦，搓搓好擦，搓搓好擦。